别人看不到的美。他们欣赏花，你却欣赏蕊。只有你懂他的妩媚。听我的，忘掉伤悲。这份娇贵，你有权体会。不许再有眼泪，不许再让承诺将你包围。放下错对，这里有你要的纯粹。不许再有眼泪，不许再让背负如影相随。就这么轻轻一回，我想你。徐先生，不好了，来给您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怎么样，大夫？伤势严重吗？伤势不重，没关系。啊，谢谢您啊。啊，对了，这瓶消炎药啊，你拿着，记得要按时吃啊。好的，谢谢啊。啊，不客气。来，我送您出去吧。好好。哦，徐太太。啊。他失血过多，得吃点补血的东西，知道吗？啊，好的。好，再见。徐太太。许太太。你是不是不疼了？这是你的消炎药，别忘了吃哦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让我看看哪儿像我太太。别开玩笑了。OK， 多陪我一会儿。一分钟。我现在真的有事儿，航空公司在体检呢。嗯。好了，我走了。上哪儿去了？害得我们体检通知到现在还没拿到呢！啊，哎呀，急死人了！哎呀，哎呦，哎，小姐啊，你怎么不等到太阳下山才来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现在就去拿。哎，别别别，先别心急，万一量出高血压可怎么办呢？来来来，深呼吸啊！嗯，好。我刚才做心电图，心里蹦蹦乱跳的，会不会是心律不齐呀？
啊？哎呀，不会的，你别着急，我反而担心这个耳膜呀。你知道吗？我们长期在空中高飞，肯定耳膜会受到气压影响的嘛。我刚才检查完，就去偷偷问医生，问他会不会受影响。他说没事，我才放心呢。真的？啊，好好好，谢谢啊。哎，怎么样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啊。嗯。哎，到那边去等吧。嗯，走。哎呀，不知道结果怎么样？好紧张啊！就是，哎呀，怎么样？好。嗯。姐妹们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全部合格。啊！九哥，我查过了，那批货没问题。嗯，买主，我们要重新接头。东北毛那边怎么样？他们还在围着玉妹转呢。他们打玉妹的主意。那玉妹现在的病情怎么样？她的病情已经好转，但是面部还是被毁容。不过，还有一件事，她染上了毒瘾，现在还在戒毒所。她染上了毒瘾？怎么会这样？哪天我们去看看他。九哥，我怀疑这件事跟东北毛有关。这要等看到了玉妹之后才知道。嗯，你出去吧。好。玉妹啊，你马上就要解教了。据我所知，你以前是个歌星。你虽然破相了，但你的歌喉还在。你看看你的家人对你的希望还很大，你姐姐一次一次的来看你，大家都在关心你，帮助你，都是为了让你能够清楚自己的错误，不再泥足深陷而能重新踏入社会。你自己呢，也不要自暴自弃，心里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啊，多想想自己的将来。出去以后还可以整容，还可以继续在歌坛上发展啊！你自己好好想想，我先走了。你好好休息吧，啊。好好休息。Oh.
报告。进来。有人来看你，坐下。真没想到，九哥你会来看我。我知道你出了事，专门来看你。玉妹，是九哥对不起你。别这么说，九哥。有你这份心意，我也就……其实应该谢谢九哥，走的那天还不忘给我电话。可惜我命不好。不过这个世上谁对我好，我心里有数。你放心，你的医疗费我全包下来了。谢谢九哥。我的一个东北朋友是不是常来找你啊？对啊，其实我第一次吃面就是他带我去的，可惜味道不好。他还说要带你去，你为什么不去啊？你可要小心呢。我明白，九哥将来一定不会放弃你。那就好，谢谢。时间到。我走了。好，谢谢你来看我，再见。进来坐吧。这是我给玉妹带的书。可以啊，带点书给她看，有助于她的改造，还可以多学点知识。哎，让她多学点东西，对她有好处。好，好，你先坐。我已经叫人喊她去了。好，你坐一会儿。谢谢啊。报告，进来。玉妹，你姐姐来看你，坐下吧。玉妹，我给你带了两本书。谢谢姐姐。刚才是九哥来看你了吧？你别老是这样，每次来看你，你都不说话。你跟姐好好说说话好吗？姐，谢谢你来看我。我现在挺好的，我一定能积极配合，好好改造，争取早日踏入社会。你现在也挺忙的，别老跑到这儿来看我，这样会影响你的。谢谢姐姐的书，那我先回去了，姐姐再见。花蕊下，看剧绽放。
飞，让我直觉完全发挥。他一直给。怎么这么久没见啊？先喝一杯酒，祝贺一下。好啊。来。这么长时间，你到哪儿去了？想死我。是真的，没有想别的男人吧？看你说的，天底下哪有人比得上你九哥？嘴巴还是这么甜。嗯，今天晚上。那就好好的陪陪九哥吧。九哥，你听说玉妹的事了吗？她出事儿，你不是很开心吗？看你说的，我怎么敢跟你的小妹子比？别看这么久没见，她的嘴巴还是这么甜。九哥啊，东北猫的手下找来了。还挺厉害的，走，走。九哥，上车吧。那伙人一直都在盯着我们，现在我们绝对不能回去了。目前那批货还没有被他们发现，但他们一定知道还在本市。这样，九哥，我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，回头再商量，你说怎么样？开车吧。好。你刚才电话里怎么了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没什么。我们到上面去谈好吗？上去。我已经定好位了。好了，上去说好吗？好吧。请进。你好，请。在里面。来。请坐。谢谢。这儿还不错吧？我挺喜欢这儿的。听说玉妹很快就要出来了，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我也没想好。我每次去戒毒所的时候，他总是很沉默，
以前的那种自信没有了。其实我很想去看他，但我怕刺激了他，所以一直犹豫不决。玉妹可以整容恢复原貌的，这也是你的最大愿望。现在我正和日本的一些整容医院联系。志鹏，其实我们第一次在飞机上见面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，我曾经捡到过一片你遗落的枯叶。我虽然不知道那片叶子里面有什么故事，但我觉得你一定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人。你真的很细心，还看到什么了？我知道小玉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可我不知道小玉和那片枯叶有什么关系。有关系的。你还记不记得我去西双版纳寻找小玉的母亲？她叫玉蝶，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。在无意当中，后来我才知道我有些话伤害了她。她在离开的时候留下了枯叶给我，在我记忆里面她是最完美的。又是一个不幸女人的故事。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说得对，我想玉蝶姐也希望你幸福。我知道。玉娇，我们虽然相识时间不是很长，但我发现你真的很像玉蝶。是吗？可我不希望有一天也会收到谁的一片枯叶。对不起，我只是开个玩笑。不要紧，无论你信不信都好，我对玉蝶和玉妹在我内心深处都有很深的负罪感。哦，云娇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讲。我很想知道在你的心目当中怎么看我。我也不知道，我现在心里面只是很担心我的妹妹。想写一篇小说，他想写你和你妹妹，你看怎么样啊？你是不是还嫌我不够烦的？啊，好好好，我叫他别写了，等你心情好了再说，怎么样啊？赶紧走吧，时间到了。好，走吧。进来。徐总，莎莎小姐打来电话，说她带了十几万的现金，一个人不敢回广州。你看是不是送他一程？好，我去一趟，明天一早回来。如果有人找我的话，你负责接待他们。嗯，好的。嗯。乘客们请注意，乘客们请注意，33。我帮你拿。真是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。都老朋友了，还那么客气。你这次回来也不事先打个招呼啊？我管理深圳一个一流的歌舞厅，老总人不错，可就是不见面。对我挺放心的，最近他来了，所以我只能停留一天就要赶回去。再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我是不会和你见面的。为什么？还不是怕你回忆起往事，这样对你和玉妹都没有什么好处。怎么了，志鹏？发生了什么事吗？
珊珊，最近玉妹出了车祸，毁了容，现在还在戒毒所里。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告诉你有什么用？我这辈子注定了要伤害我身边的朋友。其实我……感情这个东西是无法控制的，爱情的悲欢离合更是命中注定的。更令我意想不到的是，我竟然深深地爱上了玉妹的孪生姐姐玉娇，是她打开了我多年封闭的心灵。难道是上帝在惩罚我吗？志鹏，不要再生活在回忆之中了。一个千娇百媚、花好月圆的时刻不会离你太远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走吧。嗯。你好。啊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啊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啊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嗯。把行李拿过来。您帮我一下。哎，好的，谢谢。哎呦，我的行李真沉，放上去好吗？对不起啊。哎，这个门打不开，小姐。你好，真漂亮。哎，小姐，我帮你拿。你好。对不起，让一下。哎，许志鹏身边那个女人是什么人呢？看起来挺漂亮的。不过啊，我觉得他比你老多了。他老不老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嗯，可是啊，我如果在生活中找老公啊，绝不找许志鹏这样的男人，身边美女如云，到了哪儿都不放心，应该找个丑八怪，然后到哪里我就放心多了。那你干嘛找陆伟啊？哼，这个嘛，感情这个东西很奥妙的，的确是很奥妙，很难解释。丫丫，一会儿发你药的时候，你发那边，我发这边啊？不是吧？一向都是你发这边，我发那边的，怎么换了？你怕了？胆小鬼！谁说我怕了？你帮不帮这个忙？不帮。给您。谢谢。要点什么？给我一杯咖啡。啊，您等一会儿，对面那位小姐会拿给您的。小姐，请问您要点什么？我也来杯咖啡。哦，你是想和这位先生一样了？那您稍等一会儿。不是都说云航服务态度很好吗？怎么这种服务啊？这是特殊服务吗？哦，难怪。这种特殊服务都让我给碰上了。你怎么这样？不是存心给我找麻烦吗？不是啊，我没有。别吓唬人家。哎，灯铃响了，快去啊，快去。先生，小姐要点什么？两杯咖啡。好的。怎么样了？怎么样啊？啊，两杯咖啡。哦。这杯咖啡肯定很香的了。二位的咖啡。嗯，谢谢。给您放哪儿？再见，谢谢。你把醋瓶子带上了飞机，回去再给你喝。真的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嗯嗯。再见。嗯嗯。志鹏，你最可贵的一点
就是多少风风雨雨你都没有变，朋友之间的相处能够经得住风雨的考验是很不容易的，但是同时也留下不少遗憾。我现在是一步也离不开小玉，我想在小玉身上补偿以前的过失。你跟我说起的玉娇，虽然在飞机上只有短暂的接触，但是在她的身上有很多玉蝶的影子，在她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她的善良。志鹏，这一次你可不要失去良机啊。但她现在什么心情也没有，玉梅的事情就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她的心上，她情绪很差。我只想尽快帮助玉梅去日本整容。到时候我会资助你的。谢谢。干杯。我会准时赶到的。好，谢谢。哎，玉娇该走了。哎，亚亚，我想还是我自己一个人去接她吧。为什么？玉梅现在这个样子可能谁都不想见。好，那也好，你现在赶快去，要不然她出来看不到你她又伤心了。谢谢啊。小心。来，我帮你拿。好走啊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大队长，太谢谢你了。再见。玉梅，祝贺你今天重获新生，出去以后要好好走自己的路，知道吗？谢谢大队长。那我们先走了。谢谢啊。好的，谢谢。走。玉梅，咱们回家吧。我说你站住。姐，请你以后不要再管我了，你有你的生活，我有我的生活，我不想连累你。你说什么呀？玉梅，玉梅，停车。玉梅，你干什么？玉梅，开门啊！你，玉梅。过来一下。玉梅，九哥让我来接你。走吧。九哥，玉梅来了。九哥。玉梅。你怎么在这个地方？啊，没事，坐下再说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他妈的，我堂堂的这么一个大老板，放着别墅不敢住，竟被这帮狗娘养的逼得满世界跑。我就不相信这个邪会栽在这么几个小子身上。我看他们可能早就盯上你了，只是为了找你们才会对我下手。玉梅，往后九哥一定不会亏待你的，这只是暂时的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有事就打电话给我。嗯，好。拿去，拿去吧。小姐有位置了吗？啊，我朋友已经来了，谢谢。请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没关系，请坐。我帮你要了咖啡。谢谢。最近很忙吗？啊？打了几次电话都找不到你。
是因为世博会期间吧，我们加了几个航班，所以比较忙。我知道你在找借口，你也在躲我。怎么会呢？我真的很忙，而且……而且什么？至少你可以打电话给我，让我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不要让我担心。好，下一次我一定会打电话。一定，一定。玉妹出来之后，现在怎么样？她现在连我都不见。我虽然是她姐姐，看她那么难受，可我却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她的心情我能理解。发生这种事，我要负大部分责任。不要这么说吗？如果当初我对他的态度明确一点，就不会搞成现在这个样子了。你要是这样说的话，如果当初他不到城里来，就什么也不会发生。可惜后悔没有用啊。我们不应该再这样，应该做些积极的事情，鼓励他，让他重新面对生活。哦，对了，上次你说的日本整容医院，我已经联系过了。真的？嗯。谢谢。真的。其实银行的姐妹们一直在帮我筹款呢，可是还差很多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希望你让我直接资助她。如果玉妹知道，她会怨我的。还是让我自己来吧。啊，玉妹呀，请问你是？怎么，刚从所里放出来就不认识了？啊，这位是许老板吧？长得挺帅的，哎，难怪你迷得神魂颠倒的。我想你认错人了。我小姐，她是玉妹的姐姐玉娇。哦，你是玉妹的朋友吧？我说呢，气色那么好，恋爱中的女人嘛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知道什么意思？我想大概玉妹还不知道，你跟她的未婚夫已经勾搭上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玉娇，你太过分了。玉娇，你别走，你不要管别人怎么想好不好？你不要跟着我好不好？对不起，请你不要再来找我了，我不想见你，我永远不想见到你。玉娇，你冷静一点，你不是不想见我，你是不敢面对我，你说对不对？玉娇，你应该面对现实，面对现实。你不要说了，你不要说了。玉娇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嘛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，玉娇，今天不说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你还记得那天晚上我送你归队跟你说的什么吗？一直以来我都生活在过去，是你一番话让我重新面对感情，接受感情，甚至享受感情。每天我睡醒了，我都想见到你，看到你，听到你的声音。我相信你跟我一样，对不对？玉娇，你说话呀。你不要说了。你告诉我。你不要说了。你告诉我。你明明知道不可能的。你是我妹妹的爱人。我不是。我知道我不是，我很清楚，我爱的是你。我该怎么办？
知道我该怎么办了。勇敢的去面对现实吧，玉娇。我相信玉梅会理解我们的。玉娇，答应我不要离开我，好吗？答应我。我答应。我们会克服一切困难的，相信我。我相信你。可是志鹏，你要给我一点时间，你知道吗？如果玉妹不幸福的话，我这辈子都不好过的。你答应我吗？我答应你。别哭了。走吧。去想。